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欢迎你们，欢迎各位在百忙之中莅临成龙电影艺术馆，参加首届成龙电影艺术馆微电影大赛闭幕仪式及颁奖典礼。我是主持人薛文。各位好，我是来自上海新上频道的主持人依文。薇薇啊，非常高兴在今天终于能够跟你在台上做搭档了哈。当然，更要感谢的是现场所有的朋友们的莅临。薇薇，我相信我们今天肯定会碰撞出火花的，对不对？那在今天呢，我继续又再一次站到这个台上，真的是感慨万千。是啊，在一月的启动仪式上，我们也是邀请了依文为我们主持。真的时间过得太快太快了，一转眼五个月就过去了，现在已经是5月6号了。那我们再次迎来了闭幕仪式及颁奖盛典，相信啊，真的是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惊喜等着我们。不过我们要感叹一句啊，时间都去哪儿了？是啊，在这几个月中，我们迎来了160多部优秀的作品，我也非常感叹现在的微电影人才辈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部优秀的短片作品，要把故事叙述清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在这些参赛作品背后，创作团队是凝结了多少心血与汗水。没错，首届成龙电影艺术馆微电影大赛，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感动与惊叹了。熟悉我们大赛的朋友都知道啊，成龙电影艺术馆微电影大赛是面向全国高校及青年影像创作人的比赛与人才培养活动，旨在通过这个平台发现微电影创意人才，从而支持在微电影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创作者，继续保持他们的创造力、创作独立性的基础上，提升整体水平以及创作动力，带动微电影的快速健康发展。在此次大赛是针对互联网影视创作而打造一档属于成龙电影艺术馆的互联网微电影大赛。在此呢，要感谢普陀区文化局、上海戏剧学院、布吉视频、斗鱼直播在整个大赛中的鼎力支持，当然还要感谢参赛的作品。我们此次颁奖盛典的与会来宾啊，依旧是大咖云集，星光璀璨。下面请允许我为各位介绍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欢迎著名演员高晓飞，欢迎你。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詹欣老师。著名演员王振军，欢迎。振军老师。普陀区文化局局长王春明先生。陈家班成员著名演员张兰心，欢迎。当然还有我们陈家班的动作导演武刚。
欢迎各位大咖哈。我相信今天真的是我们迎来太多太多的贵客了。是的。说到星光熠熠，怎么少得了成龙大哥呢？他也为我们发了祝福的情。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好，一起看一下。Hello， 在这里，首先非常非常要感谢的普陀区文化局对我们这个活动的支持，更要感谢的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一直以来付出的努力，大家辛苦了，谢谢。在我们这个比赛开幕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只要你有才华，就一定能被发现。今天是我们颁奖典礼的日子，首先我要恭喜所有的获奖的选手，希望你们未来在很长的创作道路上能记得这个比赛给过你最初的鼓励，也希望大家你们能带着对电影的热爱一直坚定地走下去拍下去，因为我都已经拍了50几年，我相信你们这么年轻一定还可以坚持，恭喜大家。哇，好励志啊，恭喜大家，并且继续努力，继续坚持，谢谢大哥的寄语，谢谢。是的，非常感谢成龙大哥对我们所有参赛者的肯定啊，也希望我们选手可以依照他的指引继续努力下去。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妥妥的颁奖了吧。哎，那文文啊，我们今天颁奖的奖杯有没有准备好呢？那当然，我们奖杯可是经过大师所设计的。是吗？请看大屏幕。好，一起来看一下。为我们创造了奖杯的同时，还为我们参赛者带来了精美的礼品。哦，什么 ？Lucky Doll。Lucky Doll。希望所有参赛者可以成为今天的幸运儿。哇，真的是很好的寓意哦！所以非常感谢陆老师哈，真的是精心设计的整个过程。真的，伟伟你都一定经历了，对不对？你们一直在沟通，然后今天的这个非常棒的成龙电影艺术馆的小金人马上就要搬出了。好，所以在接下来我们也话不多说了，要期待首届成龙电影艺术馆微电影大赛的奖项一一揭晓。好，首先我们要颁发的是最佳传播奖。入围最佳传播奖的提名一共有3部微电影，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请欣赏。未来以来只是未平均分布，我们幻想的某种未来渐渐一语成谶地变成了现在。
一种痛苦引发的另一种痛苦。要为人们创造说真话、做真我的空间，而这个社会不是别人，正是你我。如果说李小龙先生把中国武术打进海外，那成龙大哥就是让外国人知道了中国武术的文化，拳脚之间一招一式都展示了中华武术的魅力，隔空对战，玩味十足。非常深受大家的喜爱，那最近还有什么新戏会跟大家见面呢？很有缘分，你说的好久不见呢，也是在东方台在播，还有之前热播的《急诊科医生》也是在东方台，然后今年可能还会有两三部戏也都会在我们的上海东方台，一部叫做《我们都要好好的》，是跟刘涛和杨烁，还有一部戏叫《我的亲爹和后半》，是跟张译和张国立老师，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好的，那我们也希望尽快可以在你的新作品里看到优异的表现，好吗？谢谢。今天来参加我们微电影大赛的颁奖仪式，那可以跟我说一下，你觉得一部短片的微电影它好的定义在哪里？就像刚才看这三个片花，我真的是意犹未尽，所以他说他要上来颁奖的时候，我在想我在看电影啊，就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而且现在网络也是，就是这么的发达。有这么多好的作品，通过这么精华的时间让大家能够看到、学习到，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支持和鼓励的啊。是的，一部好的作品最重要的就是让更多喜爱和观众可以看，是吧？好，现在有请为我们揭晓第一个最佳传播奖的获奖者吗？对，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有重量的奖项啊。获得首届成龙电影艺术馆微电影大赛最佳传播的影片是梦回精武。梦回精武，接住啊，接住啊！好，当然还有一份两个蛋糕。对对，和刘念。好，
对对，两个小飞。等一下，跟刘宁讲好吗？这个点要定到啊，跟小飞一起合影啊，这就是一份额外的荣耀。非常棒，非常棒啊！谢谢，谢谢小飞。谢谢小飞。这个梦魂镜我们刚才都看了，嗯，好像还有那个李小龙和成龙的这个对打，哎，这是一个怎样的创意呢？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那个本身就是成龙大哥的忠实粉丝，哦，喜欢成龙电影20多年吧，我准备了一个获奖感言，我想念一下。好，那当然欢迎了。来，感谢成龙电影艺术馆能颁给我这个奖啊！感谢成龙大哥对我动画事业的支持和鼓励，感谢我的动画老师孙立军老师，感谢广大的龙迷朋友们对动画短片《梦回精武》的支持与点赞。谢谢谢谢。我们童年看过的大部分动画片啊，基本上都是借鉴成龙电影而诞生的啊，比如七龙珠，七龙珠的孙悟空啊，对吧？还有城市猎人的那个哑语的孟波啊，甚至到颠覆我们童年的成龙历险记等等等等，太多了啊。可以说成龙电影呢是催生动漫发展啊提供借鉴参考的伟大宝库啊。这个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全世界动画工作者感谢成龙大哥对世界动漫发展做出的无私奉献，谢谢。好的，非常感谢您。获奖感言不能停。我用了3年时间制作这部《梦回精武》，3年的坚守啊，才换来了今天台上这3分钟。所以这个奖对我来说，它来之不易。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今后，我希望会用更多的3年，制作出更有情怀的动画片啊。来回馈我的偶像啊，成龙大哥，和所有喜爱《梦回精武》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感谢我的父母，感谢成龙百度贴吧，感谢我家乡的兄弟们，感谢大家，谢谢。哇，你家乡的好兄弟啊，谢谢，还是你的 Lucky Dog，谢谢，谢谢，Lucky Dog，别忘了，哇，太激动了，当心哈。果然是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沉甸甸的奖项，最佳传播奖。这一个人的这个成功背后要站很多很多的人，也就如成龙大哥说的，他已经拍了50多年了，大家刚拍3年嘛，尤其是这位兄弟，对不对？还有继续很多个3年哈，超过成龙大哥50多年，好不好？好，好，谢谢，谢谢你的努力和奋斗。好了，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最佳摄影奖，我们看一下哪3部影片进入我们最后的提名，请看大屏幕。灯火通明的街道上，青春的旋律挑拨着失落者的心弦，硬气的舞步融化了老人自我防备的宾客。多年不唱了，真的，草林啊，我要去休息。那你回来几天也好。或许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曾经那个拼命绽放光彩的自己，只有不属于时间的东西，才能在时间里永不消失。都说趁年轻的时候去看看那一望无际的草原，去看看白茫茫的雪地，在大自然的绝对压制式的震撼之下，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
值得人们烦恼的呢？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雨雪，像画一样。我们呢，怎么下去？魔都？什么是魔都啊？魔都啊，就是是魔鬼的城市。魔鬼？去找寻皑皑天地之间唯一绚烂夺目的光景。摧残过的手，抚摸老人笔下的蓝天和云朵，仿佛他要轻抚那刚刚呼啸而来的清风。爱，对每个人来说，是生命的仪器。万物总有自己的轨迹。詹欣老师上台为我们颁奖。好，请詹院长，欢迎您。那您这边请。哇，詹院长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啊，能够在台上哈、啊、邀请您作为颁奖嘉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知道您是上戏的哈、啊，这次有很多上戏的同学都投稿参与到这次的微电影大赛当中了。您对你的学生感觉怎么样？是这样，我觉得首先非常感谢那个成龙电影艺术馆啊，给很多爱好电影的啊、学习电影的学生、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共同交流的一个场所啊。成龙是非常著名的电影人啊，我们很多年轻人，包括前面的获奖者都说到啊，他们是崇拜成龙，才开始学习电影的。包括我们上戏的有很多学电影的同学们啊，也非常向往啊，最终能够从事这个职业啊，所以他们现在在学校都在学习啊。那么我觉得从电影艺术馆做的这个微电影大奖、啊、提供了一个平台，能够让他们提供给他们一次跟全国的电影青年爱好者啊有一个交流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哇，谢谢。那我知道啊，您拍过很多很多的剧作，有三毛全真剧、兰陵王，真的是耳熟能详，这是大片啊。您参加那么多的这个剧作当中啊，能不能谈一谈您对于创作一部好的作品的心得体会，也给在座的所有的参赛选手一些鼓励和怎么讲的一些教导好吗？这是出了一个难题啊，题目太大了啊。首先我觉得拍电影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事情啊，我做的很愉快的事情，其中有一个我给成龙录过三次音啊，非常愉快，包括我把照片都发给了微微了啊，非常好。因为你跟那些大师接触的时候，你会激励你啊做更好的电影啊。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接触不到，我们看到，但是当我们做的，包括我觉得成龙讲的非常好，一定要坚持啊。当你能坚持到底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啊，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你就会离明星以获奖者会越来越近啊，最后可能大家都会了解你。所以每一个年轻人一定要，我们经常说的啊，不忘初衷啊，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理想，那么未来是非常美好的。坚持是很重要的，所以接下来有请您为我们宣读一下，到底谁可以获得最佳摄影奖。来，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哈，在信封里面这个答案到底是谁呢？会不会是我的校友们？来，获得首届成龙电影艺术馆微电影大赛最佳摄影
这个影片是木镜。哇，恭喜木镜，恭喜木镜的团队，来有请上台，有请有请。好，接下来也有请甄院长为木镜的获得者颁发。哇，成龙小金人，好，沉甸甸的，好，小心一点，快来。还有非常可爱吸引的 Lucky Doll， 来，请跟留恋进入下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恭喜，掌声恭喜一下木镜，恭喜恭喜，哇，很棒啊，这是新生代的力量，来，有请这边。好，接下来要轮到你的获奖感言了，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名字来自哪里。首先感谢我们的主办方以及我们的评委会能喜欢这个作品。然后我不是导演本人，我是代替本人来领这个奖项，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导演为这个片子付出很多。昨天我在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想表达些什么？”他说：“他坚持了十年，在这十年当中也经历过很多，所以说他能得到这个奖，他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感慨。”我觉得我今天在现场，我觉得这个奖不只是颁给他以及我们团队，也是颁给我们整个爱好电影以及喜欢电影的人，这个一个鼓励吧。好，谢谢、啊、谢谢你，希望你打电话通知他获奖了，好吗？好，那奖杯还有 Lucky Doll， 好，谢谢。哇，再次恭喜，再次恭喜，真的。很感谢，很感谢所有的参与者的那种心中的坚持。所以在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颁奖，答案将一一揭晓。接下来要颁发的呢是最佳表演奖。同样，我们来看一下入围最佳表演奖的三部影片，来看一下。自恋或爱，爱情是不可强求的。
人们在追逐更好的生活的同时，却忘记了给自己腾出爱的空间。一段关系如果总要有点什么要被牺牲，希望不要牺牲对彼此的心意。只要努力奋斗勤奋，就像我们刚刚在那边您说的，他一定会获得成功。谢谢郑老师。郑老师，那您在荧幕上塑造那么多形象，可以今天跟我们说一下您最喜欢饰演的是哪一种类型的角色吗？我个人认为有鲜明的性格人物性格鲜明，然后内心情感丰富，再像成龙大哥那样有一点身手，那就更棒了。那郑老师，今天借着这样的机会，可以给我们在座的一些晚辈传授一些在表演上的一些经验吗？怎样可以成功的去做一个表演者，有什么诀窍吗？怎么说呢？反正我们在院长在这儿，我也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我们入学的第一堂课，老师们就告诉我们。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通过你的努力是吧，通过你的塑造只要行家喜欢，观众喜欢，那相信你的表演就成功了。好的，非常感谢郑老师为我们分享了那么多经验啊！现在请您为我们揭晓最佳表演奖的获得者。获得首届成龙电影艺术馆微电影大赛最佳表演的影片是《车站路》。车站路，恭喜！恭喜！果然是帅哥一枚啊！来，有请上台。恭喜！这个其实我跟子豪很熟，他不光是一个好演员，他也会编，也会导，而且他也是个音乐人。他会吹拉弹唱，样样会。很快大家会见到一部片子叫《军歌》，那是我是制片人，那是前年拍的啊。里面很多唱啊、拉呀、吹呀，都是他自己。谢谢郑老师，郑老师为我们《车站路》的男主演颁上我们的奖杯。恭喜！相机记录下这个历史的时刻，再次恭喜！恭喜车站路的主演。好，谢谢郑晶，谢谢郑老师，坐。来这边。好，哇，沉甸甸的奖，接下来是你的时间了。怎么说呢？刚才王振军老师也说了哈，作为一名优秀的演员，最好能够像成龙大哥再有点这个拳脚功夫会更好一些哈。有机会可以跟我们的蓝星学一学，可以吗？好，来，真的是全能的艺人，来，有请。首先非常荣幸来到上海，非常感谢成龙艺术馆微电影大赛获颁这个奖，这是莫大的鼓励。那我今天想说的是，我非常有幸，多年前曾经跟随过成龙，那时候我是做歌手。然后跟大哥学到很多东西，我记得最深的就是大哥给我讲的一句话，不要当演员，不要当明星，要当一个真正的艺人，因为明星会很短暂，但是做一个真正的艺人是可以做一生的。那这句话一直在鞭策着我这么多年的话，我也是，包括这个片子我本来想呈现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就是不管你追求梦想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坎坷，
当你学会对着生活微笑，生活也会对你微笑，你的梦想也会实现。那大哥这句话真的是让我一直铭记在心啊！我相信他的话也感动了很多身边的人，包括陈家万的人啊，包括我们的金马奖的最佳动作导演汪先生。对，那非常感谢我的团队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拍这么一个片子，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最佳表演奖的话，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搭档导演啊，非常有才华的一个编剧加导演段宝昌先生，请允许我请他上台。对。好，今天的表演是我们大家请上台，欢迎欢迎。对，最佳表演奖的获得者，他肯定需要一个优秀的导演来帮忙完成这个作品啊。来，也说两句吧。潘导是吗？潘导来，潘导为我们说两句吧。要首先要恭喜子豪啊，其次要特别感谢子豪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然后呢，也特别感谢成龙电影艺术馆，能让这么多大家热爱电影的人。聚在一起，大家互相交流，特别好啊！再次感谢。好的，我们再一次恭喜我们的车站路，我们的潘导和我们的子豪。好，谢谢，拿着 Lucky Doll 以及威凌大赛的奖杯，恭喜你们，谢谢，谢谢，谢谢。哇，非常帅气的男一号。对，形象很好，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牢记大哥的一些话，至理名言，真的会像一盏明灯一样指引所有的，可以说是想要成为真正的艺人的艺术家的人的前行道路。是，好的，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最佳剧本奖，看一下哪三部影片入围了我们最有的提名。每一只笼子等待每一只鸟，这个笼子可以是陈规，可以是人言，可以是某种疾病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是内心的困境。就没有想过去外面看看。一桩黑帮交易中的意外火拼，一宗气愤华山政府的悬案，一起毒品运输的离奇车祸，三个事件同一时间发生在不夜村中，荒诞的交织在一起。我真的特别特别痛。神秘诡谲的同时，还能自圆其说。
感意犹未尽哈，马上就要揭晓了。好的，我们有请嘉宾普陀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春梅。有请王局长，有请您。王局长您好，我们又见面了。在开幕仪式的时候，你也在这个舞台上也有很多的鼓励哈，对所有的参赛选手。哎，我想私下问您一个问题，可以吗？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电影，王局长？您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电影？各位现场朋友，大家下午好。首先声明，我是业内的人。我之所以站在这里，是因为成龙电影艺术馆的首届微电影大赛是我们普陀区文化发展基金资助的一个项目。说起看电影呢，过去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什么好看看，喜欢哪个明星看。今天呢，因为我们在大力的做电影产业，所以看电影有很多时候是从个现象角度去看电影。比如说我去看这个电影，是关注它为什么能成功，它什么地方可以打动人，让人们到电影院里去看。从中呢发现或者学习经验，然后呢就更好的搬到我们这个产业。哦，所以您还是本着很专业的也都是专业的角度去选择电影。那平时喜欢看爱情类的呢，还是打斗类的呢，还是战争片或怎么样的？可能关注爆款电影更多一些。什么？爆款电影更多一些。爆粉的电影。爆款。爆款啊、哦，网红电影。哦，所以就大家都喜爱的电影，你都会去关注一下。哎，这个不错哎。一般来说啊，就肯定是会好看的，对不对？哎，那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您也说了，普陀区文化局其实很重视艺术文化的发展。那么您是怎样看待互联网影视创作平台的发展的？以后会给予怎样的支持和鼓励呢？我再次声明啊，对这个领域的专业不是很在。那么从这个文化主管部门来说，我们一直是鼓励创作，尤其是鼓励原创，因为这个只有原创的，它才有生命力。当然在创作里面呢。从我个人感觉来说，可能两个东西要把握。一个呢，还是要注重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当中去发现或者寻找创作的灵感和源泉。第二呢，还是要通过我们的艺术创作来宣传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积极的去建立这个社会核心价值观。而且从我们的现在电影形象来说，成功的作品。总是能够在艺术和商业的两个成功之间找到好的结合，很好的平衡。那么，从我们来说呢，我这里也趁机做个宣传。我们普陀区呢，从2012年开始连续做了3年互联网的手机电影节，2015年开始呢，我们连续做了3年互联网电影节，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部分内容。今年我们会升格做首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互联网影视峰会。那么除了关注互联网影视之外呢，我们今年还是把中国我们视听产业论坛做活动的一个部分啊。今年我们会有很多新的活动接触。活动呢正式开始是今年的6月15号，一直到6月18号，有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那么在举办这个活动同时呢，我们也大力发展电影产业。在今年的2月28号，普陀区发布了全新的3+5+X 的产业的政策体系，有兴趣可以去关注一下。未来的创作这一块也是我们大力扶持的一个内容，在我们政策里对有关的影视产业的，应该是涉及到每个产业的每个环节，我们都有专门的资助和的扶持政策，都是政策。太棒了！普陀区文化局真的是用实际行动在支持和鼓励大家创作到影视当中来。好，接下来呢，就让您来要揭晓这个奖项了。很让人期待的最佳剧本奖到底是谁呢？获得首届成龙电影艺术馆微电影大赛
最佳剧本的影片是吉祥。哇，恭喜恭喜吉祥，来有请上台。那副总行常务，来有请上台。接下来呢，来有请王局长为您颁发成龙电影艺术馆美电影大赛的奖杯，还有我们可爱的乐皮豆，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儿，请对你留言。这部短片我想问一下，它里面用的方言是哪种？它是咱们西北 care 一个城市啊，可能会总会让大家混淆，就是宁夏，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当然，宁夏是自治区，是吧？回族自治区。对对对。你是导演吗？啊，对，我是导演。好的，现在来为我们说一下获奖感言。获奖感言，我也没有准备，但是。我觉得就是首先感谢成龙老师，因为年纪太小，跟你叫大哥啊。然后，也感谢这个艺术馆，还有咱们这个湖北省咱们这个文化局，能给我们这次机会啊，给我们这个平台。然后也非常荣幸跟在座的这些电影人一起竞争吧，反正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谢谢大家。还最后感谢一个人，就跟我一起来到现场的。我的好兄弟邓毅，他也是之前幕后玩家的美术师，也是之前比较火的一个无证之罪的美术师，同样也是吉祥的美术师，非常的专业。谢谢邓毅给大家打个招呼。Hello。 然后说完了，这奖太重了，谢谢。确实非常重，再拿一下感觉一下。那希望你下次继续努力，下次再来参加好吗？好，恭喜恭喜恭喜吉祥。来有请。真的奖项一一揭晓，有很多很多的奖项哈，真的是实至名归的，而且背后的团队也是非常的给力。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颁奖了，接下来一个奖项呢是最佳导演奖，来看一下三部入围的影片到底是谁呢？他的脚步似乎总是走得偏僻，他的成长也似乎比身边的人来得慢一些。挨了一记生活的板砖，开始看见自己的怯懦与无能。我们老板啊喜欢我了，我当司机什么都不用想。老板喜欢我，我跟你说，我就是下一任的接班人。
我上一次坐摩托车还是小时候跟我爸爸一起，他经常会载着我去海边。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每个人都没有剥夺别人生命的权利，也没有剥夺任何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权利。愿每个孩子能够不受伤害，自由健康的成长。这部戏还有播放以后它起到一个什么效果吗？就是在法国有一对兄妹，他们特地为我们祖国还回了两个十二生肖兽首，所以它的意义非常重大。是的，非常有意义的一部戏。所以电影对我们来说可能有的时候不是一个艺术品，在更多的时候它会影响这个社会有一些改变，这个才是电影传播的意义。是的，那陈龙大哥紧接着可能要做好几部戏的导演，那您觉得如果陈龙大哥做导演的话，他会是一个怎样导演？是很严厉的还是很随和的？到现场大哥做导演啊，十二生肖大哥就是在现场做导演，他是一个是怎么样导演？大家都以为做导演就是坐在监视器前面看着那个画面就行了，可能你连 action 都不用喊，但其实大哥这个导演做得很辛苦，上到什么吊威亚，下到地上有垃圾他全都要管，全能。包括我印象最深刻是我们在拍铁道飞虎的时候，我们在东北吊冰山零下15度的一个户外的地儿拍，就是一个场工他坐在旁边看那警戒线，特别冷那天大哥刚好路过，他就把自己的军大衣零下15度，他就把自己的军大衣脱下来给那个场工大哥穿上了。就是一个导演你要事无巨细的就看好现场的每一个人，光是演员、摄影、美术、灯光，也许是你的其中的一个工作人员，他都无微不至的关怀着。所以大哥这一点做的真的很棒。是，大哥是非常暖心的人，不管在任何场合，他都非常会照顾到小角落的每一个人。是，对。好的，我们也非常希望蓝心在将来你的电影事业上可以再出辉煌。谢谢蓝飞。好，现在感谢你为我们揭晓我们的最佳导演奖，谢谢。最佳导演，获得最佳导演奖的影片是《我心底的美丽世界》。我心底的美丽世界。恭喜恭喜！那有请上台领奖。哦，老师啊，我们真的奖杯啊。今天恰巧是我的毕业展映，这个就是我的毕业作品。哇，这是最好的，太棒了，肯定这是一份礼物了。这个
这段片子本身是它是有70分钟时长的，然后但是因为学校的规则剪了一个短的版本，然后在这里面给大家呈现，可能非常感谢大家就是能给予我这个奖。我说一下片子吧。因为这个片子是关注儿童性侵的，我本身的话是根据真人事件改编的，那对于我来说的话，作为一个即将入行的，或者是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电影本身的话，它是需要有责任感的，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商业片，但是我需要用我自己擅长的一种方式去发声。那也就是说，创作这个片子的本身的目的，关于性侵这个题材，有很多，但是的话，这次选择了一个被性侵的女孩，8年之后她如何走出这个困境的一个命题，那也是我想关注的，因为大多数人现在都在关注即时性的，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大家就慢慢忘了这个事，没有人在乎她未来过的是怎么样的。那我这次的话，通过这个命题，也是我。导演，一个发问，什么是真正的好好生活呢？以上还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詹鑫老师。啊，谢谢。今天是你双喜临门啊！对，以后，那你的毕业典礼马上还要赶去参加吗？对，我的毕业展映是在7点半，我参加完典礼我就。那太棒了，你可以拿我们的奖杯回去参加你的毕业典礼了。想高调一点还是低调一点？低调一点。低调一点，我默默的收藏起来吧。再次感谢，谢谢。哇，谢谢。好，再次恭喜你啊！好，来，慢慢等，慢慢等，好。还有7点钟的，你可以慢慢走哈，不着急，再留一会儿。嗯，真的真的很棒哈！我们在今天真的迎来了很多有想法的，无论是导演也好哈，而且是剧本也好，或者是演员。真的每个人都太有想法了，而且非常感谢所有的前辈们的指导哈，詹院长你辛苦了，真的是很棒的学生了，谢谢詹院长，谢谢。好，那么在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颁奖呢？最后一个奖项，最后一个奖项了，我们最佳影片奖。接下来先让我们看一下哪三部影片最后杀了我们的三个助理，好吗？好，一起来看。海岛平静的表面下，隐藏着黑暗的罪恶。穹顶之下的世界，风靡暴虐而不自知。山大雪，依然没找到。云里的道道临时的鱼，也是被困在海中的殷殷空气的鸟，唯有解脱才能抵达新的绿洲。李桂星，马启夏，46岁，老夫强力帅贾月，你这一地方啥心紧缠着你。真的是真的金。我妈你把我妈撑死了。我妈啊咱家店呀。咱家店里撤。愚昧又迷信，却又没有担当。这是一个下里巴人的小人物的真实演绎。可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却能因为没有血缘的亲情而变得坚定果断，从而通过了生死的考验。本该无忧无虑长大的姑
却偏偏准备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让我看看，本该被安抚的圣山心灵，却孤单登上令人不耻的污名。我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为什么不过来抓我？我为什么不拦着爸爸？一望无尽的深渊里埋着的你本该拥有的美丽世界。好，也同样的精彩，意犹未尽的感觉让马上要揭晓答案了。好，现在有请我们最后的这位颁奖嘉宾是凭借《唐人街探案》荣获53届金马动作导演陈家班领军人物武刚舞蹈。其实作为我们电影来说，我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给到更多的观众的一些 message， 就是一些正能量的东西。真的是，你看各位在座的各位哈，舞蹈坚持了20多年哈，跟着大哥同时自己的这个梦想仍然在路上，大家也一定要跟紧步伐哦。所以我想再问一下舞蹈最后一个问题哈，你是怎样看待本次大赛的举办的意义呢？也是蛮空泛的，但是也想请您回答一下。首先还是要感谢普陀区政府、普陀区文化局，感谢陈龙大哥给到这次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更多热爱电影的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其实跟我一样，就是我刚刚看了很多的这个短片的这个剪辑，我觉得不管是微电影也好，我们拍大电影也好，其实它的五脏都是一样的，真的不要看这么小小的一个30分钟的短片，其实它承载了太多的东西。其实每一个部门都需要是专业的人士去来做的。我看灯光啊，摄影啊，镜头的运用啊，其实真的质量都非常好，已经是专业级的一个很高质量的水平了。哇，这也是对在座的所有的参赛选手一个极大的鼓励和肯定了。谢谢舞蹈，谢谢。好，接下来就有请您来宣读这一次最大的一个悬念哈，我们的最佳影片奖的获得者到底是谁呢？来，有请您宣布了。获得首届成龙电影艺术馆微电影大赛最佳影片的是《绿洲》。恭喜绿洲！恭喜恭喜绿洲团队！恭喜绿洲！来，有请上台。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你有点不敢相信自己。好，有请舞蹈为他颁奖，就蛮重沉甸甸的舞蹈，帮我抱一起吧。好，舞蹈帮你拿着 Lucky Doll， 一起可以留恋记不下去。
是萌妹子一枚哈。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来，大家好，我是剧中的导演林晴晴，然后我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因为刚从日本回来，还沉浸在那个氛围里，所以对，就穿的比较学生。然后我是真的还蛮没有想到我这个片子能拿这么大的一个奖的。然后首先感谢一下，就是成都电影艺术馆，还有组委会的每一个嘉宾领导，然后把这个荣誉给我。对，然后当然也很感谢我的剧组的每一个成员，因为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因为其实，在剧组里面，有时候觉得导演其实是一个很废的人，就是他的每个专业都没有另一个专业的人那么强，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团队里面，所以才会成就一个电影。然后我刚才在台下就一直在祈祷两件事情，就第一个就是，哎，我能不能拿奖到底？然后第二个事情说，我是希望那个组委会千万不要让到小飞老师和张满星老师上来给我颁奖，因为他们两个太漂亮了，都会显得我很丑。就谢谢组委会给了我两个梦想，对，然后谢谢大家。嗯，好，谢谢。哇，所以有没有你团队的人一起在今天？有，他那个我片子的一个制片在下面，能不能一起上来帮我们这位可爱的萌妹子一起拿个奖？因为这个真的还蛮沉甸甸的，可以吗？可以吗？来，掌声有请，请允许我们，有请。哇，你团队当中都是美女，怎么样？会挑选这样的成员？你这样，你们两个把这个奖，我帮你拿这个。好，谢谢哈，一起这个团队的力量哈，这样真的蛮沉甸甸的。对，显示出我们的奖杯非常的沉重。这应该可以吧，医生？来来来，谢谢，好，谢谢，恭喜恭喜。哇，这个是双双对对的感觉，很好哈。没错，整个的这个所有的奖项到现在已经一一揭晓了，真的是最佳。片奖也是尘埃落定了，有意外的惊喜，或者也是在情理之中。好了，那么最后有请我们前面六位获奖者和我们六位颁奖嘉宾最后共同上台合影留念，让我们摄影师为我们记录下最美妙的时刻，好不好？好，也请允许我们邀请所有的对获奖者对拿着你们的奖杯啊，拿着你们奖杯，对。如果有参加的话，好吗？还有我们所有的美丽的颁奖嘉宾，陆老师，您请您上台。有对，还有呢，我们的各位非常有实力的颁奖嘉宾哈，来，这样我们获奖者站在前面，好吗？我们获奖者对，来，我们获奖者在。对，场杯在前面蹲一下。对，六位获奖者在这里。对，好，对，一二三四，六，这个就好了。对，包括团队的参与的人员也一起在前面。好。好。好。太棒了，太棒了。获奖者
可以将来在自己的人生地道路上更创辉煌，好不好？这次我们大赛就圆满的结束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谢谢，谢谢。对，请各位老师上台，猫舞蹈，还有蓝心、小飞、菊芳，好，还有我们的最佳影片，对。最佳影片是最大的赢家哦，在今天。好，有请上台，请各位。所有入围奖项的选手都不要跑，你们的入围提名都有奖牌，到组委会去领取我们最佳的入围奖。在我们右侧。吴刚导演，来了，翘臀的，翘臀啊！你看他那个充满了弹跳的大衣，来，你在中间，我在旁边，你快点儿，快导演，咱仨哆瑞咪，你站中间，还有啊，好，还是得站旁边，尝试不尝试没有逃过。那我来拿。这个就是说话的话要用一下。收得到了。哇，这怎么？来，我帮你分享一个，我帮你拿一个。好，他帮你拿这个吧。对，来，我帮你拿。好，来。好，这样可以吗？其实我就觉得，其实作为每一个电影人来说，都希望大家有一个坚持的心。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入这行，就是抱着一个梦想啊。不管是能够做到什么样，只要自己尽力去做，啊，把自己的想法能够拍出来，能够呈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蓝心姐姐来吧。对新人有什么想要说的吗？虽然我也是个新人，我觉得要保持初心，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也许你在这条路上会遇到很多坎坷，千万不要放弃，坚持下去，
最好的那部电影就在等着你了。小飞呢？对，虽然我也是一位新人，也推荐一下自己，导演你也可以用我，我从小是学舞的，虽然我是学的舞蹈，是这样。我觉得我入行开始，无论是我从学习舞蹈还是表演，老师一直都在跟我们讲，让我们踏踏实实的去演戏去学习。我觉得作为无论是新人也好，还是从业几年也好，这是一个所有人必须要坚守的信念，所以只要踏踏实实用心，一定会有很好的回报。那么也让这个绿洲的导演来说一下，因为获得了一个其实是最有分量的一个奖项嘛，然后自己的感觉怎么样，然后有通过这次比赛收获了什么吗？首先很感谢就是超东电影艺术馆给我这个奖，当然我是这里面资历最新的，其实没有什么资格发言的，但是我希望就是所有的新人也好，就是每一个导演，我觉得要一定要坚持，就像成龙大哥说的一样，就是我们首先要热爱艺术，才能继续去做好这个东西。对，谢谢。那因为成龙大哥其实一直就是不忘记提携后辈嘛，然后包括他自己都坚持了50多年这样子拍戏，我不知道对于大家来说，有没有从他的身上收获一些特别的力量？其实这里只有我跟大哥几乎像家人一样，这20年，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要比家人远远多得多。那从他身上学到了太多的东西，每天晚上除了白天除了开工，晚上就跟他在一起聊人生、聊剧本，各种聊啊。那当然，所以我们能够坚持到今天，从他身上学了太多的东西了。其实我也算一个新人了，如果做导演来说，我今年下半年第一部做导演，也是一个新导演，但所以我还要跟你们多学习，因为我是新导演。我觉得跟大哥一起合作，你最大的收获是除了在电影方面你会增长很多知识以外，你还会通过他的一些做的事情，会感受到身为一个人你应该如何用怎样的态度去生活，用怎样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这份工作。所以很感恩第一部戏能够跟大哥拍，然后之后也一直合作着，所以大哥给我们的力量是扎在心根最深处的，他一直在散发着光和热。那小飞也说一说对大哥的一些印象。因为大哥肯定也是很，就是我相信应该几乎是每个人的偶像了。那刚才兰心在台上讲到他跟大哥在拍那《铁道飞虎》是吗？然后我特别感动，也很有感触。我觉得能竟然，他作为导演来说，能关心到一个场工老师，甚至到现场的，包括像垃圾这样的细无巨细的事情，我认为他成功也是必然的。所以我们也要向成龙大哥去学习，就是不忘初心，无论是对我们自己事业的不忘初心，包括生活中一点一滴要踏踏实实的去做人。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去学习的。那对于年轻的导演来说，是不是大哥这个50多年的拍摄经验让你也觉得是你的学习的目标呢？当然是，因为成龙大哥，我相信就是像高晓飞老师说一样，他是我们几乎是我们全中国人的一个偶像吧，不止全中国人，对。所以因为以前我在剧组里面跟一个陈家班的成员合作过，我发现就是成龙大哥的精神，他不仅仅是他个人，他更影响了身边很多人，所以我会觉得非常非常好，对，是值得学习的。那大家也来聊一下最近的一些工作的安排以及计划吧。刚刚也讲了，就是现在在紧锣密鼓筹备自己的电影，然后现在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吧，其实如果不自己写剧本，其实你是体会不到它里面真正你想要的是什么，所以现在从每一个细节都自己在，就从剧本的原创开始，就是希望是把自己的想法拍出来告诉就是观众，然后更体现很多正能量的东西，这个就是，对，应该11月份，希望11月份能够开机，那有跟大哥私下就是探讨过一些，让他给他会给我很多的想法，然后我到每个阶段，因为大哥也是监制，然后到每个阶段我都会跟他汇报很多东西，因为当然了，这个，他是我的伯乐，从我一开始入行就跟着他，他会给我很多很多宝贵的意见。每天都会有笔录记下来。是不是做那个动作戏
其实我觉得，动作对我来说，我现在其实是很，其实一个好的故事，动作只是辅助，你一定是好的故事，它才带动了很多的元素进来。所以动作，我们拍了那么多年的动作，其实动作对我来说，我有点觉得是动作反而是很轻的那个，因为动作我们拿来就能拍，但是你反而是故事是最重要，是要一定要扎扎实实的把故事聊好。拍戏，我最近在拍戏，但是拍的什么戏还得让你们等一等，因为还在保密当中。哎，还没有官宣。是的，嗯，是还是动作吗？不用打架，好开心。不要想。反正是有点想转嘛，就是不是想让大家就是有一个标签，就是打你的标签。其实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你首先是一个演员，然后会打是你的附加技能，就是你的附加值，所以我只是偶尔展露一下我的功夫，然后现在在拍的东西是不需要加这个附加技能的，还是也是很舒服的。到我的戏来演爱情故事。不光是太好了。OK， 那小飞呢？最近在忙些什么？我有点在转。这样，我马上要进，就是在准备的一个戏叫《也平凡》，是跟郑恺。然后我在戏里面演的一个角色是，就是最终会变成一个黑社会的老大，所以可能会在戏中有打斗、枪，就是打枪这样的戏份。所以因为这个戏会在格鲁吉亚拍，所以现在也在准备和那个英语在复习的阶段啊。可以伸手碰你是不是？我肯定到时候要向吴刚导演请教的。客气，肯定行的。谢谢大家，谢谢谢 谢, 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这个是正宗的。张乔，我下面，或者我往。